诸位长老，大家好。最近有一些同学告诉我，去年这一年有很多的灾难，频率跟灾害都超过往年的记录，而据估计呢，今年会比去年更多。啊，大家都在想着如何化解灾难，这是个好事情，啊，这真正是爱心、慈悲心的展现。如果说真的能够起作用，那我们就相信近代科学家发现的念力有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个事情佛经上有说的很多，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华严说这个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真理。如果这个真理是真的，那么念力起的作用啊，应该可以化解灾难，啊，要有好的念头，正面的念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宗教里面的论述都说爱心啊能化解灾难，要发扬我们的爱心。那么我们就希望宗教真正能够肩负起这个使命。宗教不但要团结，要互相合作，希望更能够互相学习，啊，把神圣的爱心由我们信仰宗教的人表现出来，真正的做出来，啊，把佛的慈悲心，啊，我们佛门弟子，啊，都能够啊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再更进一步，把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神圣的教育，由我们宗教拓开心量，啊，我爱自己的宗教，我也爱所有一切宗教，我要学习我的经典。我也应该学习所有宗教经典，啊，接触之后呢，我发现了，宗教真的是一家，啊，宗教的核心确确实实就是仁慈博爱，啊，没有一个宗教了，不是把这一句话当作核心。啊，只有仁慈博爱的这种心肠，啊，再加上神圣的加持，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只要我们自己肯努力，啊，如果有机会。啊，像我们上一次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的这次活动，那个影响就更大。啊，今年既然灾难这么多，那这桩事情啊，值得做，应该做，有必要的认真的去做。啊，这是好事。
啊，宗教里面都教人做好事，能够帮助全世界化解灾难。纵然不能化解，我们相信啊，一定能够减轻灾难，这是决定可以做得到的。啊，全世界人都受益，好事啊！好事无过于这一桩大好事啊！所以我要鼓励同学们啊，你们这么样的仁慈啊，有这么好的爱心呢，应该去做。啊，我们年龄虽然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欢喜，我们赞叹啊，我们也尽一点绵薄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啊，社会要真正落实到和谐安定兴旺，要从教育下手，啊，祈祷是治标，不是治本，啊，根本是人心如何能够转变，啊，像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人人都能够觉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是治本，叫标本兼治，啊，最好的方法。啊，那我们就要认真、努力的把宗教教育做出来，啊，把宗教教育发扬光大。啊，每一个宗教常年不断的讲经教学。啊，我们的心量拓开，啊，不但爱自己的宗教，也爱一切宗教，啊，也爱不信宗教的人，啊，凡是人皆需爱。我们学习自己的宗教，同时学习一切宗教，我们本着求同存异这一个概念啊，我们相信神圣的教诲决定没有差异啊，差所谓的差异应该都是这些神明圣贤他们的一种善巧方便啊，因为古时候交通不发达，没有资讯啊，所以绝大多数人一生活动的范围很小啊，大概方圆100里的样子，所以老死不相往来啊。现在科学发达，交通便捷啊，媒体资讯，世界上有一点小事情立刻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是地球啊啊变成地球村了，那既然变球村，这个村庄里头任何一桩事情我们都有义务都有责任来协助帮助解决啊，宗教啊会有很大的力量啊，我记得2005年，我跟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第一次见面。啊，长老第一句话问我，他说：“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长老的态度非常严肃。对世界
安定和平非常关心，那是一个慈悲的人，是真正反对战争的人啊，反对杀害众生啊。当时我回答他，我说如果我们能把四桩事情做好，和平就回来了。这是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呢，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与族群。第四个，宗教与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就和平了。啊，他听了很久没说话，我接着说，这四桩事情是难，非常困难，非常棘手，但是从宗教下手可以做到。我这一句话了，长老听懂了。啊，这个世界上居民信仰宗教的人数啊，比不信仰的还多一点，所以信仰宗教的人带头啊，我们恢复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啊，从我们本身做起，我们来落实，必定可以感动那一些不信仰宗教的人啊，所以会带动啊政治政党跟族群回归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世界和平就恢复了啊。所以今天因为灾难频繁，我们每个人都有警觉性，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地球在太空像一条船一样啊，我们共同在一个船上，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责任，一定维护这个艘船在太空旅行的要安全要安稳啊。我们希望地球的居民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每一个国家政治亲民，社会祥和啊，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这个世界多么美好。能做得到吗？答案是肯定，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干。从哪里干起？从我本身做起就能做成功。如果我们把这个期望在别人，那会失败啊！一定从我做起，从我家做起啊，从我的单位做起啊，从我这个小村做起，从我这个小镇做起，有一个做出来了，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让全世界人看到了光明，增长了信心啊！这个是宗教教学、宗教团结对于今天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啊！我相信这是神圣的事业，决定可以得到一切宗教神圣的加持啊，得到一切神圣的保佑啊。我
主福这一桩事情能够顺利做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